亲节要到来看母亲节相关的消息。嘉义市有一间国中，伫母亲节进前，拢会举办打电话给老母的活动。伫妈妈、老母接电话时，大声讲出“我爱你”。有人讲伊有派人北去，因老母惊一个，赶紧去报警，险啊去报警。啊，有人讲呢，一个讲话就讲哭出来，因老母听了后嘛是真感动。母亲节快乐！吓死我了！不要吓死！我爱你哦，拜拜。这位国中生打电话给妈妈，大声对妈妈说我爱你。这是嘉义国中每当在母亲节前夕都会举办的活动，鼓励学生向妈妈表达心意。也有学生要冲着妈妈，你最好马上准备100万到嘉义公园，不准报警。你不信的话，我让你跟你女儿讲一句话。神经病啊！毛华先跟妈妈讲我家代志啊。哎，怎么了？那个我好像闯祸了。你又怎么了？我闯到你的心里了。进入国中、高中时期，学生可能因为歹势，愈来愈少开嘴，对妈妈讲我爱你。会当伫这母亲节的前夕，听到囡仔亲嘴讲出母亲节快乐，以及妈妈我爱你，就是妈妈上好的母亲节礼物。